咖啡店很闲吗？现在啊，天天往我这儿跑。你别胡说，咖啡店生意好着呢，我是特意为你来的。为我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是，你到底来找我干嘛的呀？那个，你不是跳国标舞没有舞伴吗？我帮你啊。小璇，我不是去比赛，我是去当评委。我们的开场舞都是表演性质的。你说你又没学过啊？咱俩跳砸了，你让师弟师妹怎么看我这个往日的三连冠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在国外参加过那个国标舞社团，不会拖你后腿的。那也太……你不答应我，是不是想和别人一起跳啊？咱们学校又要举办国标舞比赛，邀请咱俩回去当评委，顺便跳一跳。你换个人吧，我这都快结束了，要不等会儿我去找你吧，正好咱俩商量商量国标舞的事儿。不用了，你找别人吧。你真的学过？真的。那行吧。你答应了？不是，那咱们得先试试啊，别到时候你跳的不行，那这事儿就算是黄了。哎呀，没问题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练舞啊。不是，我等会儿还有台手术呢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今天没有手术，走。我在你这儿就没骗成功过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再来。小璇，你等会儿。你上次的扭伤都还没好呢，你要是再这么跳下去，小心瘸了。不是吧？我哥说可以运动啊。是可以适当运动，不是剧烈运动，朋友。行，别跳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哎呀，我说没事就没事。再来。快点啊，小璇，离比赛就没几天了，你就算24小时不睡觉再这么练都来不及，况且你现在腿脚还不利索。你是在小瞧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以我的运动细胞，别人练一个月，我练一个星期就够了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帮你把冠军的面子保住的，我们再练一下啊。那你慢点啊。嗯。六，你得别跳了，我累了，我歇会儿行不行？你不是说马上要比赛了吗？你还歇？我年纪大了，行不行？走，来，坐这儿。拿这个敷一会儿能好点？我不方便，你帮我。疼吗？不疼。好点没？嗯。你过来呀你！老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去跳舞了吗？是去学跳舞，你老板就是学跳舞，咔嚓一下又把脚给扭了。老板，你不是说在国外学过跳舞吗？怎么回国倒不灵了？哎呦，大概是水土不服吧。可以啊，你们两个公然诋毁老板，还想不想要工资了呀？老板，实不相瞒，其实啊，我也学过跳舞了。跳舞呢，主要不是用脚下在跳，而是用身体的韵律感。韵律感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一般刚学跳舞的人呢，都是用脚来跳舞，忙着记舞步。实际上呢，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学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摇摆，这样就算脚不错了，看着也好看。说的简单，你来一个看看。哎呦，哇，哎呀，可以啊这个。你看看人家，人家跳的都比你好。可
可以啊，云裳，深藏不露啊。献丑献丑。高人扶我起来。那是，我是专业的。韵律啊。不是，大姐，您都这个腿脚了，还韵律什么呀？你先走两步给我看看吧。韵律又不需要大动作，你没听云生说啊，重要的是感觉。快点，扶我起来，韵律一下。嗯。韵啊，但只能一次啊，来。慢点。喂，啊，怡然，有空啊，有空。他说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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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上就到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哎，还疼不疼啊？哎，那个，你怡然姐找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过去的，你们照顾好啊。嗯，好好好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我们的事还没完呢。哎呀，改天再说。到时候你给我等着。开始这一局，您是有个手术要晚一点，你要是不想等就先走吧。怎么成为你，没关系，我等你。你的温柔我知道，所有的情话没谁能一辈子说到老，时间不会等谁，也不还没忙完吗？没关系，你自己先练着，我觉得我找到感觉了，真的。后悔，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还没忙完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先练着，我觉得我找到感觉了，真的。出门了给我打个电话。全都不懂还笑我的痴，所以前情人不知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戒指爱得太奢侈，时间不会等谁，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。无论宁为谨做了什么，别动摇，一定不能喜欢上他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装点你。高晨，你疯了你，他就是你妹妹。再说你答应过宁为谨，不行，你全都不懂还笑我的痴，所以前情人不知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。喂，高人，你忙完了？小璇，我这有点事儿去不了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没事，有事我等你啊。你什么事儿啊？还要多久啊？啊，你别管了，反正你再怎么练也是丢人。啊！你看，你高荣，我讨厌你。